号是真的很危险。对啊，五号是真的很危险哎。学长，不是你，是他。行经五号志路口，要减速慢行，注意标志标线，该停该让，不能马虎。没有标志标线，少线道要让多线道。五号志路口依规定停让，多多注意，安全有保障。五号志也可以很安全哦。